天上飞来一老六，落地拿飞机，真优秀。哦，哎，这地方还有跳伞的，赶紧把飞机开起来，可不能让他们给跑掉了呀。进来几个，就一个呀，锤他锤他，还想跑？嘿嘿，飞机都开了，你还想往哪儿跑啊你啊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子心里懵了。我靠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谁人打我？嘿，醒醒醒醒，你咋不反抗呀你啊？快反抗！哎，对六，舔包包，舔我头上，舔了个寂寞。这个时候，咱们来到渔村的高塔上面，哎，在这当一波老六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脚下这个人还没有发现我呢吧？击倒必须秒补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这小子刚才开枪打我，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你啊，你看啥呢你啊？这个时候给他丢一颗大火球，看你小子躲不躲。哎呀，没说着。哎，你可真是个大机灵呀你啊，你那个地方打不着，那你跑这儿去你不没了吗？还有一个，不要着急，先把他给补掉。都成盒了，你还找我呢你啊，一会儿看淘汰回放去吧。哎，打不着，你别动别动。哎，丢丢铁包真好，灭盾一点都没慌。这个时候决战圈，咱们脸上有一个人，这小子在跑不好打，等他趴下当老六的时候，哎，打他呀，看不着了，击倒。这个时候他就有急忙过来扶他，你能有机会吗你啊？打不着打不着，这个时候咱们往左边雇佣雇佣。外边独自一个，那就他自己了呀，这不吃鸡了吗？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